Okay. Okay.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，好，好，好。
而活不过了，然后过来就发财。我一直不懂他要活过来要干嘛，就是做人体的生意。我看他想他妈大概想要做人体这一段，人体这一段就做人不了。他想要做身体这一段，小时候那个脑筋里都是想这些问题。陆进去有什么关系？陆进去一队要剪接啊。活了，活过来了。你许梦的爷爷。活过来，哎呦，抓不住了。许梦的爷爷。兄弟爷，那我居然要活过来，活过来了，你看头抬起来了。哟，真的，头抬起来了。活过来了。我根本就这样的。慢慢加一点水好了，让它回温。什么？喝什么？喝什么？慢慢回温，到时候。那你把水砍掉一点啊，打酱嘛，放点那个室温的水进去，这样。好，再来。放一点室温的水。大姐来过了。什么时候来过？你刚才不见啊。那我放在车上啊。哦。
量一直在改啊。到底有没有过啊？有。他在动，不是我在动。谁知道？我又不知道。那你这个不要，不要拿出来啊！你不要再走。哦，等一下要去总部。喂，有吗？对啊，好啊。要注水，来去取暖呀、啊。